欢迎收睇点心名人堂，大家好，我系李灿明。今集嘅香港回归十周年特别节目《见证十年》，咁请嚟阿嘉宾啦，喺内地好出名嘅。会十年以后，我们看见香港跟广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就是你对香港的印象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？你刚才说了，这个我参加了这个全程的这个报道。从喺呢十年嚟，一直以传媒人嘅身份继续关注香港。各界知名人士以不同角度、不同身份回望香港经过的十年。点心名人榜之见证十年，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，就在点心卫视。